冠军表现时刻由男士洗发水领导品牌清扬独家冠名播出。这雨战呢，大家也都知道啊，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球。嗯，啊，传接球。主裁判王进吹响了，什么情况？重新开球啊？抢跑了。王进再次吹响了开场哨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TV 距离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2轮，北京中赫国安在主场和辽宁沈阳开心的比赛。保利尼奥呢，应该不出意外啊，马上就奔赴西甲。哎呦，这球传的！哎呦，这个球啊，朴成也确实在强点。算起来，这个赛季辽宁队成绩差，跟客场也有直接的关系。此前的10个客场，只拿了4分，没有赢过。哎呦，这球、漂亮啊！哎呦，哇！这个球奥古斯托要扫进了，这个中路配合太漂亮，太漂亮了。但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打一些这种叫后点端。哎呦！刚才又是打到张稀哲那，张稀哲端，然后索利亚诺，这奋不顾身啊！这小伙子确实，朴成，哎，锋线上是不是也可以，攻城拔寨？张稀哲也尝试的远射，漂亮！又是石孝天，然后呢，跟江涛打了一个2-1的配合，再往中路走，再跟这个奥古斯托对接，然后一点点呢就进入到这个，中路区域了，铲。朴成铲，奥古斯托直接打门哦，横梁。这个球啊是发起于呢，国安队在前场的断球。嗯，辽宁队呢在后场处理球啊，想让过来啊不干净，朴成这一铲把这球断下来。奥古斯托再来一脚哦，可以。嗯，又一次尝试远射。你看现在这个贝卡曼加的位置，哎呦，哇，漂亮，这个球漂亮，太漂亮了，这个球漂亮。就是那啊，索里亚诺，索里亚诺又进球了。这时候中间有点稍微有点空，护攻的张稀哲，张稀哲这是和巴顿做了一个撞墙，对，然后张稀哲塞给了，这是索里亚诺卫冕啊，没办法，张稀哲在这个转移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动作很隐蔽。好的，两个点，桑一飞在外面要。贝特曼加是第一脚射门吧？这个于洋1.83米，他站着比杨帅，杨帅比这个于洋是要高的。一个假磕左脚传，哎呦！石孝天认为是有越位，又上去了，又上去了，打门立住！天，这球要打进去，江涛可以啊，这两个边后卫完全用活了。桑一飞已经跟不上，但最后两步还可以哈，左脚伸出来，所以他中场呢，张稀哲或者是朴成啊，根本就不算是这个纯的边路选手。哇！世界波终于打进了，奥古斯托59分钟，国安2-0，连续7场比赛都有2个进球，数据已经超过了上赛季23场比赛4个进球2助攻。这球门将视线也多少有点被阻挡，是，但关键是这脚打得神完气足啊，对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打得非常完美。石孝天充分伸展，左手指尖没有碰到皮球，又是45度的大范围转移，索利亚诺送打倒地，哨音响起。点球啊！26号杨帅点球，点球。张稀哲助跑。啊！右脚脚攻推射，3-0。64分钟，国安队3-0领先，辽宁沈阳开心。石孝天很无奈，确实。再看，前插停要过。石孝天扑错了方向，哦，这片场上开火车，工体国安的球迷开始嗨起来了啊！
思考呢不是思考的不是很多，但现在不是成家了。老郑上场了，这个工体的看台也是响起了一片掌声。把降速，然后另外一个边后卫，哎呦我天哪！为什么精妙的配合不能化为一个进球呢？奥古斯托·朴成，大了，找个进，哎，倒地，有没有造点？他有点，啊，怕了，这球有点感觉倒得不自然，下手，但他确实是跑的位置很好，这太假了，哎，镜头很好，这太假了，嗯，张稀哲不在。哦，打了另外一侧啊，索利亚诺主罚了点球，打了另外一侧。他会传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赛的一些画面。嗯，从此赵和静肯定上黑名单，上榜了是吧？肯定，因为你用这种方法，嗯，让这个裁判丢脸了。对呀、啊，是吧？就是哥儿几个给大家提个醒啊，今儿我碰一队员，谁，是吧？但这次赵和静比上次好多了。他一直在坚持着到最后一刻挑，嗯，是吧？嗯，他这次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倒。是张稀哲往那一站，唰，防守队员都在他身前、嗯、啊，就大概60-70度的这个角的范围之内，他横向一传，索利亚诺就获得了很好的射门机会。主裁判王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在中超联赛第22轮，北京国安坐镇主场是4-0大胜辽宁沈阳开心。冠军表现时刻由男士洗发水领导品牌青阳独家冠名播出。